这个小蓝还真是嘴硬，到现在都没有说出小红的去处。这么多天，小红也一直没有救小蓝，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我已经把小蓝关押到水井下的熔岩监狱，我倒要看看这次小红还怎么救。小蓝，我看你的好姐妹小红是不会来救你的了，肯定是丢下你先跑了。只要你告诉我她去了哪儿，说不定我还能把她给抓回来呢，然后把你给放了，怎么样？呆呆，我才不会信你的鬼话，我相信小红一定会来救我的。小蓝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再不说出小红的去处，你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，明天我就会把你丢到岩浆里面。什么情况？是哪里爆炸了？难道是小红来闯小村庄了？哈哈哈哈，这次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小红，快出来决一死战。嗯，只是房子被炸了。不对呀，难道小红没有来？不好，这是调虎离山，小红肯定去救小蓝了。小蓝，我来救你了。小红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啊，小红，你终于来了！快，小蓝，我们先逃出去。该死的小红，竟然用这种招数骗我！这一次，我要把你们两个一网打尽！哪里逃？嗯，小蓝不见了，有个密道，果然是被小红揪走了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往哪里逃！啊？这是废弃矿道，小红居然找到了废弃矿道，他们去了哪里？对，不能让他们跑掉，赶紧追！小红，你跑不掉了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。不行啊，这个废弃矿道错综复杂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逃了，会不会有陷阱给我准备好了？这个小红肯定有后手，我们先回去拿装备，再在废弃矿道里面好好的搜寻一下。